让他看见手。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事队日前宣布破获一个假投资转账水房，本案报请新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，历经两次的行动搜索，查获以吴姓祖贤为首的诈欺集团成员共20名。警方发现该集团会先透过脸书或 LINE 寻找被害人，再利用 LINE 群组装脚分享获利经验、公益讲堂、抽中股票、汇款指导等话术来吸引被害人投资。警方根据被害人的汇款金流层层追查，终于掌握一处转账水房据点，荷枪实弹执行攻坚，一举查获该诈欺集团。目前清查本案已有高达264位被害人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5亿6000多万。警方呼吁，勿随意听信下载不明来源的软体以及应用程式，网络投资应再三查证，避免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而血本无归。